其实我不明白什么叫恰到好处，只是不想辜负谁和被辜负。该拥抱的时候不退步，该笑到时候我绝对不会哭。而我们之所以活得累，是因为放不下架子，撕不开面子，解不开心结。其实想开了，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用关你屁事和关我屁事来回答。三，你开始背后说我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输了，你把我当成议论的话题，而我却觉得你不值一提。四，别把我的个性和态度混为一谈，我的个性是源于我是谁，而我的态度则取决于你是谁。五，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，坏毛病都是惯出来的，爱挑食都是闲出来的。六，我从不奉承谁，嘴巴也不够甜，但你要令我失望，我就有资本让你绝望。七，太过绝对的话日后是要打脸的。八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别人嘴里有多少个版本，所以做好你原本的样子就好。若想懂我，就请亲自来懂，若是讨厌，尽情讨厌。求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不择手段，我也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以牙还牙。是但凡是想要的就应该去努力争取，只要你觉得值得，就该不惜任何手段的去争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